动化设备箱吗？那是肯定香的，这个所有的设备制造商，那个产品制造商都希望这个工厂是无人的，能够不用人是最好的，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会有一点点的理想与实践的差距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自动化的设备说可以100%的替代人，所以说只能在需要重复劳动，或者说人容易疲劳，或者说需要一些高精度的操作的时候，用机器来代人是最好的。